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如果我问你什么，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你是否让它酣睡，不再彷徨？变形记，到别人的世界寻找自己。妈妈，啊，哥哥不见了。我有办法吗？我又不能摆个臭脸，毕竟我在他们家里住，无法沟通，这是两个思想境界不一样嘛，听不懂，他听不懂。我真的无语了，我为什么要来变形啊？我想走到宜宾那里看一下。我的小伙伴来了。我这个脚叫黄金右脚，我这个脚叫黄金左脚。哎呀，我的钱。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完蛋，那个哥们儿来了。啊？他上来了。不要慌，不要慌，我从来不慌的。活了17年，什么没见过。啊？啊？之前一直在问你吗？礼物呢？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我刚去把我鞋子卖掉了，给家里买瓶香油，带着弟弟妹妹对吧？吃好，喝好，太感动了。你卖鞋子干嘛呀？这些没什么好吃的，垃圾食品啊！你120块才卖45块。我也不缺这点钱了，其实我知道你是不缺钱，但我就想给弟妹买点吃的。如果这个鞋我不穿，我放在那里，这就是1块钱加价。不想去和他再沟通了。我觉得再沟通下去也沟通不了，只会让自己变得更难受。我真的是想给家里买点东西。哥哥，你去哪里？他也不会懂的。他既然来到我家嘛，就要学一下我家的小孩是怎么花钱的。不见了。我有办法吗？我又不能摆个臭脸，毕竟我在他们家里住。本来我卖双鞋高高兴兴的，到家里又被妈妈说了。妈妈说，哎呦，你这样卖掉基本上就是1/3。你要给你1亿，你这样能花几年啊？她说买的都是不好的，那些还不如喝那个白开水。那我得给弟弟妹妹买什么？我又不能给他们买补品。我又不能给他们买补品。我真的无语了，无法沟通，这是两个思想境界不一样，听不懂，他听不懂，服了。我为什么要来变形啊？我自己不想过千篇一律的这样生活，我觉得应该得换个我自己的活法，应该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好烦呀！其他就是变形的小孩啊，都来这边捣乱什么的。我第一天来就帮妈妈生火，要我帮你烧火好，我帮你烧火，帮妈妈洗菜、做饭，还洗碗。
哎，他不懂，他真不懂，不懂算了。我想走到宜宾那里看一下。离这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算什么？两个小时开车的话，走一天走到了。凤凰古城，近，我觉得挺近的，应该天黑前能来回一趟。这里有没有一个牌子显示凤凰还有多远吗？现在还有哪里吗？快到了，我是第一个走这么长时间去看一个风景的人，变形记。然后呢是好烦呀，追什么呀，我这么大人还有节目组又不会丢，追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这节目组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而且我又这么大了，我又不会丢，我身上又没钱，我就16块钱，我不会走丢，就这样这么一条路，担心个什么东西啊？好好的我，那回家吧。我以为你生气了。哦，没有生气，不是，我想去下面走一走，我想，因为下面没走过。都有不开心，只是我不会讲。看呢，好帅气的一个姿势，对吧？嗯，帅呆了。哥哥，嗯，我肯定玩你的限定。啊？什么？是变天的？没有。能看？嗯。能看你的吗？不看。我可以原谅哥哥的愚笨。你要去哪里啊？这是什么？
我看看，这个是用来干嘛的？我看一看。我上个厕所，你们要不要来？你说要去哪里，就要跟着你去。哥哥不见了，不知道了。我说，哥哥，你要去哪里啊？哥哥，你去哪里？哥哥，我们两个也要去。快来我！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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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小点。哥哥，哎呀，我真的好难搞啊，我已经很无奈了现在。爸，阿姨，我要跟哥哥去呢。不要啦，哥哥你能不能头你笑着走。好，哎呀，我不要巫山爷爷的帽子。哥哥你经常戴帽子。嗯。哎。啊。反正我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了。黄静然一个人的变形生活，除了妈妈的不理解与指责，就是弟弟妹妹的粘人难搞。短短两天的时间，快乐新生活的理想便被现实打败。明天又会有什么挑战在等待他呢？你好，哈喽，你好，兄弟，兄弟，你好，你好，谁呀？你好，你好，你好，你来变形吗？啊！爸，好，你好，你好，你来变形吗？啊！我啥？我衣服没穿。等我，我穿件衣服。哎，真棒！我以为就我自己呢。啦啦啦啦啦。嗯，这小伙不错，他跟我印象还挺好，就很活泼。我跟你说，我就是在这被他们搞得无语了。咋了？
他们就是无时无刻的要跟你走在一起，要黏着你。我去钓鱼也要黏着我，我去干嘛都要黏着我。昨天最搞笑的是，我下午想去县城里面看一下，结果我妈妈带点小孩就来找我了。你好悲催啊！我的小伙伴来了，当时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那时候就很快乐。他又高又帅，我男孩子都觉得他好帅。跟他相处在一起也很开心。他们没收你洗面奶了不？他把我发胶也给收了。天哪！我藏鞋里的钱也被他发现了。有钱的啊，藏着钱的最好主动拿出来。如果说是发现了，节目组是要延期的啊。往鞋里藏钱这种事儿，我不会做的，很 low， 你知道吗？往鞋里藏东西这种事儿，我不屑于干。前几次好像都是这样被发现了，但是我怎么可能那么蠢？我这个脚叫黄金右脚，我这个脚叫黄金左脚。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能说，不能说，他们给发现了。肯定没有存货的呀，肯定没有存货的呀。哎呀，我的钱！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他们会一直看这个摄像头吗？会啊，会啊，每天都要看，被发现的时候有惩罚。啊啊！怎么回事呀？哎呀，完了！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里就可以，这里就可以。完了，他肯定会看到啊。没关系，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完蛋，那个哥们儿来了啊！他上来了。不要慌，不要慌，我从来不慌的，活了17年，什么没见过。不要慌，逮到就要装。啊，你是不是东西没交给我？什么呀？什么呀？来来。给你，哎呀！
这只没有吹风机，这没有洗面奶。他要用什么，你就用什么。立牌啊。对。香皂，没办法的。可以吗？没了。确定啊？确定。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遇事不要慌，逮到就要装。第一次警告啊！如果再下次的话，下次不应该也直接退，直接就回家了。嗯、直接你就在这混了。我当时就挺绝望的，下回我说话就注意点，再藏什么东西我就躲开摄像头呗。哎呦，哎，仍然是不开口。走吧，想去哪里？去县城不？去县城走。嗯。给妈妈留张字条好了，要不然妈妈又要来找我了，我头都大了。尊敬的妈妈。尊敬的妈妈，你好，你好。我和小兄弟上线了，不要找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要找我。没有，我真的被他找的心就是有阴影了。找我。带我小兄弟转一圈。距县城里面七八公里，县城往那边一直走。又到妈妈回来了啊！妈妈回来了。哎，好朴实的妈妈呀！妈，你从地里回来啊？这是新的儿子。你好，妈妈。好。走，我们回家去吃早饭。我们回家。还睡着呢。那我们吃早饭再说吧。我买了好多东西。你还买这么多东西啊？啊、嗯，给你妈妈。买这么多菜啊？啊、嗯。打烂了，老大。来的时候那个车。啊，还有这个醋、酱油。面啊，洗衣液。啊，你们下次不用买东西了啊。没事，这些我已经买完了。我觉得他好像挺乖的。我刚到那个公路上的时候，他就下来迎接我了，一来就叫我妈妈，比较有礼貌。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胡汉伟。汉伟。汉伟，你叫什么？你可以叫我杭州阮经天。杭州阮经天。杭州什么？阮经天。把自己都不好意思讲。杭州阮经天。我叫你文文好了。文文。文文这个名字。就这样叫我叫你文子好了。好、啊、可以就叫文子好了。今天是小雨来到新学校的第一天，这里的一切，学霸小雨是否能轻松驾驭呢？大家好，我叫刘小雨，今年12岁，我喜欢跳绳还有乒乓球。你叫小雨呢？
能够在后面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呢，把我们武林一般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啊，快乐的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好不好？小雨，都自己做的，很漂亮，谢谢。哇，好可爱！同学们很热情，而且也很可爱，我很喜欢他们。这是五年级的，这个我学过，一模一样的，我这些都背掉了。我是来这里复习的吗？请问一下，你最厉害的学科是什么？我最厉害的是英语。Hello, class.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Thank you. Good. And how was your weekend?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什么东西？ Good weekend. Travel. Do a lot of things. Can anyone tell me what today's day? 我的教学方法跟你们不一样。I can visualize, meaning see, visualize.I can visualiz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rainforest. What?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rainforest. Okay, now, let's go ahead and have, I tell you what, class, let's have two people come up and talk about the rainforest.You three can. Do you want to come up? 就是老师让我们上去。What? So you three can? You want to? No. Oh no. Oh my god. No. 你说这个吗？啊，不对，这太神奇了，我不可能上去。You can do it. 上外教课的时候，有些又听不懂，有点让我措手不及。Okay, we'll be in groups of two when we do that activity. So first of all, let's go ahead. Can anyone tell me what's your view from the last lesson? Jungle. Forest, good. Sea. Good, yeah, these are different places. High. Good, a high. Beach. A beach, good.一开始来我感觉小雨啊他还是很自信，但是后来随着我们的课程一铺开，可能这个题材这样的上法他没有接触到过，对自己可能有点不太自信起来了。听清楚要求了吗？那么现在开始吧。想什么呢？诗歌中的我啊有什么愿望？来，你们来好不好？万事阳光。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再请一组来走走看，把这种欢乐读出来。可以是四分之一个，怎么分？你们会分吗？知道吗？你刚才没听清楚问题是吗？真棒！我觉得很不安。我有点不。走吧，我给你买点吃的。就说礼物呢，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小伙伴过来给他准备一点礼物，他肯定会很感动吧。想吃什么买一点，你随便拿。我反正昨天就想给你买了，随便拿，随便拿。
随便拿，随便拿。礼物呢，是一种永生的语言。随便拿，随便拿。这是什么呀？这一块钱一个。那我喝这个。你喝这个。没有喝过。我跟黄金染感觉就是见面就特别相互吸引。嗯，这小伙不错。那时候就很快了啊。文文，文文，你怎么来了？跟他相处在一起很开心，共同话题还挺多的，感觉挺有缘分。妈妈们怎么照相？你给你妈照个相吗？哎，儿子，帮我拉一下，帮我拉。儿子，给我照个相。今天我们是村里最靓的仔，两个神经病在一起就是特别有意思。今天我是葱花。我看到最近还有一个吵架，对，我们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我是山东的。你是山东的？你是重庆的？嫂子是重庆的。对，就是那个山东的，我是重庆，我们俩根本不是一个世界。把那个揍人那个先哭了，我真的受不了。每天跟他待在一起，我自闭。你妈什么时候来接我？如果就说真的来一个人。我们现在想也没有用啊，来了看他什么人嘛。如果就是比如说来那种不太好相处的那种性格，就找啥？戴个帽子看你不顺眼，你穿什么帽子、啊？那牛仔裤你也穿？还叫你小白鞋？你要不要火？你什么意思？你有完没完？还笑？那我今天把你揍。好的，冉冉。如果来个一米九的，如果来个一米九的大汉，然后我们就要跟他好好沟通。刘小雨，你说说看好吗？它鼓起来了，体积变大了，很好啊。要看营养成分表，很大，数据相差有点大。Yes， 可以写成四分之七、十二分之十。对不对？对。我想逃离这个环境，不想再多留了。谁呀、啊？我有点近视。谁呀、啊？哇，你这么高！这世界总是有芒果仔带你玩转芒果星球，扫描下方二维码或打开芒果 TV APP， 领养你的专属芒果仔。和他一起参与芒果星球公益行动，为山区孩子们的梦想助力护航。向前走，留下的是难过。追一步，总会海阔天空。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伸出你的手，抛开主观，试着接受，
当悲伤在心里永远不停留。如果换一换，试着走别人的路，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该要满足，经过那些无助，我们学会在乎，学会珍惜从前来之不易的幸福。如果换一换，站在别人的角度，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自己糊涂，用心去看清楚曾经犯的错误，告诉命运我们没有输。